致辞。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，人类社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不确定、不稳定、难预料成为了常态。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变局中，大家迫切的希望能有更多、更强大的 确定性力量，来推动我们这个世界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。与海南省的负责人多次进行了交谈，我们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，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。 反对选边站队、集团对抗和新冷战火热，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和谐共生、走和平发展道路。